钱怎么赚呢？钱怎么赚呢？赚钱重要，我叫我好麻烦的，难啊，对不对？会当万年放下的人，伊就是上辈看法。上辈不是看法，看透清楚。哦，上辈看法已经清楚了，目光的人，伊知影讲世间的事是世间的。有福报的人伊用较济，无福报的人用较少，用较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伊就是上辈放看透，伊才会当万年放下，对不对？爱当安尼人，就是不乱伊在人事的过程，伊咧处理代志，伊无颠倒，无错乱，哦。伊无颠倒，伊无错乱，伊袂错乱。伊清楚人啊嘛，哦，清楚人啊，哦，伊所以讲吼，伊袂颠倒错乱，念念相续，便是一生。念念每一个念头伊会升起，对吧？每一个念头升起，无论是正念，无论是金念，无论是负念，念念相续。拢总是啥？敢是太过了？唔是嘛吼？拢总是清净之念，拢拢是清净之念啊，无受污染的念啊，对不对？安尼你才当念念相续，便是一心，叫做是一心，一心就是真如的门户，唔是二心哦，二心就在修炼。就在对待，就落在好甲歹，是甲非。安尼一心，叫做分的心，就是如来的心，就是父母咧疼仔的心，也是咱世尊、观世音菩萨，也是咱师尊老大人咧爱护咱这个囝儿这种的心，道理的心，安尼叫做是一心。一心就是咱人的本性之心。啊，咱咧听话，也是咱人的佛心，对无？啊，咱人的佛心是毋是拢念念拢总是清净的？迄个心拢是念念拢清净的，拢是清净，修上清净的啦。本来就拢无清净的啦，拢是清净的心，哦，拢是清净的心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咧可为之不济。八戒啊，叫做八戒，文字八戒。那么第二，观照八戒，啊，观照八戒，用智慧、用妙定去观照一切事的变化，人的变化、事的变化、物的变化。你清楚了，伊袂互遐甲你挂来着，是毋是？伊爱用法界用智慧哦，来观照世间的一切。倒啊，有一工会歹，歹就煞，咱再来买就好。伊袂甲执着，物件是要你用，这叫做法，叫做相。但是这法甲相一定会歹，会无去。你后是你无甲执着。安尼，你用伊这刀啊，你袂叫刀啊用去。你驶迄台好车，袂叫车驶去。你住啊一间好厝，袂叫厝住去。你的心拢是清净，对吧？伊就心到安尼，轻松无？只要你拢拢清楚，你活伫世间足清楚，哦，足清楚个啦，足自在，对不对？一切是随缘。啊，因为你随缘才自在，啊，因为你有自在，你才能随缘，随缘自在，自在你才能随缘，对不对？啊，世间无就好歹，世间无就对甲唔对，世间无就是甲非，明明
点都有你是安尼讲无？有是你落在对待，落在伊身边，你啊无，就是回归到你自性的本体内底面。都有好歹无？都有好歹无？无好歹。都有是非无？无是非。都有对甲唔对无？无。为怎样咱来有？啊，咱咱修道就是自动。啊，咱有清楚无？啊，咱有清楚，你都懂嘛？哦，本地物件就无这物件，无这物件，咱来建设。所以观照法界是学佛者观察自境，观察所一切的自境，伊的心地拢光明，心地拢是光明的啦。哦，心地拢总是光明。哦，七情六欲，哦，明。物量着我的心，明日阮爱袂去物量着我的心，对不对？嗯。哦，所以大师伊只人讲，望处精髓是实行上啊，电影刀啊看作模样，变速啊看作好定住啦，对吧？安尼来到地人心情拢无闲啦。所以伫迄个无闲的当中，不乱想，不简单嘞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人想输就是讲，伫迄无闲的当中，伊无，伊想无颠倒错乱，是安那？伊伫生命内底面，伊伫生活内底面，有戒心有恐怖，有戒心啊，有恐怖咧，伊知影咧。啊，做工课当然是一定爱做，趁钱一定爱赚嘛。不义之财，咱袂当赚咧，袂当赚嘛。应该赚咧，你较济，你嘛捌赚来。赚到钱咧，怎啊？叫着中央银行叫足济，讲我即本袂有较重些嘛，即本有较轻些嘛，叫较济就较重嘛，叫一个年就叫一个重量嘛，减一个年就减一个重量嘛，咁是安尼啦。趁钱就是讲，你也会当善用是足好，袂晓善用呢，啊，就乱想安尼。所以你要清楚，有钱啦，查甫人也有钱就变态。即句话咧，有人安尼讲无？有钱，呵呵，看咧十八岁的小姐，哦，卡侪钱都枵咧，小姐活来咧，活来，做有钱就变态，啊，查某咧，变态有钱，是毋是？我自己才赚一千外块，赚这也付钱，对不对？我未来迄种，哦，咱免去讲啦，哦，迄一届是拢偌侪钱，迄就安尼啦，变态心智就是。安尼拢是乱想，所以伊无用的人讲伊无乱想，伊心宽厚，戒心忠固，伊做一件代志，伊拢总有，拢有戒心有忠固。我咧做咧，贪咧，我咧做咧违背良心咧，我咧做咧去互上天甲你检验咧，我以后做咧时阵，我伊着对落六道轮回咧。世间啥会上艰苦？六道轮回上艰苦呢？对吧？就到那个非常难搞的，所以伊这些啥，帮大师就是讲帮助伊个乱想，哦，演出的时阵伊个动心，对吧？咱来吃八音先生，会艰苦的，会艰苦的，做的人唔知影，伊个人艰苦，嗯，所以嘛，
退休，唔知要创啥呢？你安那你感觉？一架车咧，驶咧，啊，那你看那领嘛，那走去对了嘛，那你就走来去，大家拢走去，对不对？两日加一桶油，两日加一桶油。我这油我装这个中国石油，有投资个，对不？无，唔知要创啥呢？你感觉？